行动党白沙罗国会议员潘建伟在党选中意外落榜，没能进入中委，但新任秘书长陆兆福形容潘建伟是行动党非常重要的资产，他希望潘建伟继续协助行动党和他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，尤其是第十五届全国大选。陆兆福今天凌晨在面子书发帖表示，潘建伟为行动党奉献了15年，是行动党非常重要的资产，而行动党依然需要潘建伟的服务和贡献。陆兆福在贴文中赞赏潘建伟揭发一马公司案的努力，以及协助西蒙在第十四届大选中胜出。他也说，潘建伟也是非常投入和有责任感的领袖，愿意承担艰难的任务，例如率领落实沙拉越之梦和沙巴之梦的计划。陆兆福也说，他理解潘建伟的失落，仿佛贡献不受党代表珍惜。但陆兆福写道，无论如何，这些就是苦乐参半的政治现实，我们的努力并不是一直都会有所回报或受到赞赏。他希望潘建伟以开阔的胸怀接受结果。